经纪公司新春年会现场，我是主持人蔡鹿晗，我是主持人谢丽萍。亲爱的新晋的家人伙伴们，大家下午好。亲爱的新晋家人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尊敬的林总、潘姐，各位伙伴们，大家下午好。明天的你一定会比今天的好，后天的你也一定会比明天的好。你永远在进步，永远在前进，永远的话呢，在找到你更厉害的那一面。也让我们看到了，只要去努力，困难是难不倒我们的。2021年，我们全年开发超过100种产品。无论岁月变幻，爱你唱成歌。更美丽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。